是求花弧二 s 加 y 的六次方展开式中 s 平方 y 四方向的系数。它这边已经要求 s 平方，所以我们 c 六二二 s 平方 y 十次方，所以 c 六二算出来的话是十五乘以四 s 平方 y 四方，所以六十 s 平方 y 四方，所以它的系数是答案是六十。